这边文豪野犬联动金皮人选已确定，那就是佣兵的联动皮肤中岛敦，中岛敦作为主角能成为金皮自然没什么悬念。而这张就是中岛敦皮肤海报，看图片的话还是相当的帅气的，毕竟之前也已经上线过联动猜想活动，造型大家都知道，这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最关注的是特效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为了百分百还原联动角色，基本上所有联动皮肤都是不带特效的，无论是紫皮还是金皮，那么这款估计也不例外，没有任何特效可言。难道就这样单纯的一个联动造型？个人觉得显然不是。在动漫中，中岛敦在战斗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变身，在中岛敦陷入危险的时候，中岛敦成功化身为黑衣男子。由于没看过本番，所以不做过多的解说，简单的说就是中岛敦皮肤大概率拥有两种形态，第一种就是海报上的正常形态，第二种则是弹射护腕的时候变成了黑衣形态，类似勘探员的日向创。只有达到这个效果，这款皮肤才有资格成为金皮，否则网易估计要被喷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会是变身效果吗？